你有没有看见我老公啊？我老公大概这么高，穿了一身工装。嗯，没有。哎，没有。哎呦，真乖啊，这狗。彩云，程程，我想去看电影。以前江海经常带我去的。电影？老电影院。 彩云，根据病人的描述，她对过去在老家跟她丈夫一起生活和约会的情节记得很清楚。电影院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是哪儿啊？立德路。 不是应该有家红星电影院吗？电影院怎么不见了？红星电影院啊，几年前就拆掉了。这拆掉了？电影院拆了？电影院拆了？ 是那个女人，妈，都是我们的错，都是因为我们才害死了淑琴。是她自己想不开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不是的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。 杀了你！ 你不想被他们知道你病情的话，就跟我走，程程。振振林，江南，彩云，彩云是我，是我彩云，我是江海，我是江海。彩云，你没事吧？ 你先把我妈带回家，我去把程程追回来。好，你妈有我呢，你去吧。哎，你开车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和江南的事情为何要迁怒阿姨？她只是个病人，她是无辜的。她是无辜的。<笑>你快点停车！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要干嘛？我要救你的命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你作死。 自己的病我自己心里有数，轮不到你干涉我。停车！快停车！你疯了吗？来呀！来呀！ 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还不是因为拜你，还有你那个疯子妈所赐！你再说一次！江南！
再有下一次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别动，没事儿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你都流血了，还说自己没事儿？你今天也吓到了，早点去休息吧。我妈那边你也不用担心。我姑姑会陪着他。你说展之琳为什么那么针对阿姨啊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就别问了。还有展之琳为什么要说一切都是拜阿姨所赐？我都说了，你别问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心情不好，你早点去休息吧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不过，没关系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们所有人都会。
昨晚都做了什么？许多城啊许多城，你又没喝酒，怎么也意乱情迷了呢？把你给吵醒了，我耳钉丢了，我在找耳钉呢。耳钉丢了，我帮你找吧。我们昨晚是不是什么没有？我还没说是什么，你没有什么？没，你没有漱口，你的酒味实在是太重了。那我们昨晚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嗯。